1865年第三届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正式开始。以中华传统文化服饰礼仪文化为基础，使中华传统服饰和传统礼仪文化大规模的呈现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共襄盛举，再一次见证汉服的精彩，领略汉服的魅力。我们希望借此汉服文化周这个平台，通过汉服与古镇的结合，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，再次向社会大众彰显汉服文化的绝妙魅力，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。多年来，我们致力于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，我们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。今天我们共聚一堂，我们西塘古镇也非常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，与广大汉服爱好者、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一起投身参与到我们这样一场盛会当中。拜拜。方阵向观众申礼，金戈铁马，巾帼豪情，花木兰申礼。日月为剑，昭昭大明。那这一届比较不一样了，很多亲子的汉服游行，我觉得很有创意，还有汉服同胞自发性的一个参与走方阵。一个呢是我们对这个汉服的这种整个的这个处理啊，在我们现在的中国这个社会上面，究竟汉服它未来如何能够实现全民化？这支箭被风托起来往上升，所以在空中它的续航力会最远。把酒言欢，干！
让汉服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项目变成西塘当地的一个文化名片，就是汉服就等于西塘啊。谢谢大家，希望明年然后可以在这里相见，然后让汉服文化周变成汉服同袍们一年一度的聚会。社团彼此间的联谊啊、交流啊，因为交通不便，可能只能透过网络。那我们这个活动可能有各式各样的，可能有方阵、有论坛，然后甚至于还有走秀，甚至还有好声音。西塘古镇是一个生活出来的千年古镇，我们也是欢迎天下的所有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到我们西塘来，一同来见证我们这样一场盛会。然后我真的要特别谢谢我们那个幕后的所有工作同仁哈，因为他们这几天哈都是在不管是在安保方面或者是在活动期间内，为了让这一次的活动圆满，所以付出了很多这个心力哈跟辛苦。想借大家的掌声来谢谢我们辛苦的工作同仁，好吧，谢谢。小孩也特别喜欢汉族的那些衣服呀，特别的漂亮，所以呢我想就请两天假过来，一定要带她来看一下这个开幕式，让她成为一个有气质的中华女孩。